其实通过跟他们的交往 ，What are you? How are you? 你好。你好。Hi, it's all Hamdi's friend. Burj Khalifa, Burj Khalifa, see. Yeah, Burj Khalifa. 这是哈利法塔。我们现在就在朱贝拉附近，就是正在试车。其实呢，通过跟他们的交往，我发现呢，就是说，这些阿拉伯人非常的友好，其实都是年轻人嘛，而且呢，很多人岁数比我小，也很友好，大家谈论的话题都差不多，而且都喜欢高科技产品。其实呢，与我们没有什么两样，他们真的，而且呢，来到迪拜这么长时间，其实我对这个国家的感受就是说，怎么说呢，他们是真的是一群爱好和平的人，很平和，真的超乎你想象的那种平和，没有任何的戾气，这个国家其实很世俗。好了，一会儿见。